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y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关注我的频道，免费福利送不停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免费 VPN 翻墙软件，它在300兆宽带的电脑上面，可以随随便便跑到5万加以上的每秒的一个速度，非常的惊艳，非常的好用。它的线路非常多，布满全球各个国家。隐私政策非常非常的好，关键是瑞士出品的零日制的隐私保护政策。好的，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正题。我们来到它的主页，这款 VPN 叫 Privado VPN。那么为了演示方便呢，我把它换一下语言，这个地方有一个。换语言的，我们下拉，目前是英语的，它支持这么多语言，我们换成简体中文，给大家做一个演示。那么首先来看一下，它支持哪些平台？那它支持 Windows 平台、安卓、iOS 平台、Mac OS 平台，然后安卓 TV 平台，然后这个电视棒等等都是可以的，可以说是全平台都支持。它每个月有10G 的一个免费流量。那免费流量不够的话呢，它现在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一个限时免费的一个政策。那么这个政策我真的是没有见过，这个收费 VPN 的话有这么优惠过。我见过的所有的 VPN，它的会员来讲，每个月最少3美金以上。那么它现在的话呢，每个月1.11美金，并且还有一个优惠政策，就是说30天之内。你用的不爽的、不舒服的、觉得不好的，可以联系客服免费退款。那么它的好处呢，就跟其他 VPN 一样，在线安全无法被拦截，恶意软件可以防护到，互联网隐私不与第三方共享等等。那么在它限时优惠期间的话，你订购12个月的，它会加3个月的免费，那这每个月是1.33美刀。那假设你订购一次性订购24个月的话，它除了加3个月免费的流量之外，每个月只有1.11美刀，相当于这个7块多人民币，简直是不要钱的了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就说明了它每30天有10G 的数据，就是免费的给到你用，可以访问12个全球服务器，都是加密的。并且呢，在全球各地都可以用，只要登录你的账户，都可以使用，日志不会记录你任何的网络活动，并且有拦截广告的功能，30天无风险，试用30天，享受100%退款保证，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的话，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么需要下载的情况下呢，这个地方也可以下载。你需要哪个系统的，你就下载哪一个。打比方，我需要下载这个 Windows 的，我就点这一个就行了。那这个是 Windows 版本的，每30天免费获得10G 的数据，直接点下载就可以了。我们给它保存一下。现在已经下载完成，速度非常的快啊！下载完成以后。我们把它放到桌面，就是这样一个 EXE 的一个应用程序。我们双击安装以后，就得到这样一个快捷方式。怎么安装我就不说了啊，很简单的。那么我们使用的时候也很简单，我们双击打开它。打开以后的话，它需要你注册一个账号，非常简单啊，你用邮箱注册也可以，临时邮箱都可以，固定邮箱也可以，QQ 邮箱也可以。都支持的啊！注册以后的话呢，邮箱会发一个验证码给你，然后你验证以后就可以设密码登录，登录以后就获得10G 的免费流量。那有账号的话，就点这个地方登录就可以了。那么它的网址呢，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面，大家可以点去登录。登进来以后，它的界面非常的简单。非常的简单。左下角是它的一个设置，
这边是这个 VPN 协议、智能路由什么的这些设置啊，我们不管它，我们要管的是什么呢？它的线路。OK， 我们点这个地方呢，看一下它的线路，这是它的节点啊，其中上面是免费节点，那下面呢就是会员节点啊，会员节点非常的多，大家看到非常的多，并且他们的速度非常的快啊。这个蓝色的讯号表示速度非常快。那么我们免费的呢，就是上面这一些节点，那也有不少个了，十来个。那每一个的后面，向下箭头点开以后，那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什么连接的一个讯号，好还是不好？那鼠标停在这边呢，它告诉你延迟212，单位当然是毫秒。说实话，212毫秒的话，这个延迟真的不高啊。这个，那213，那这个，啊，它有好几条线路，啊，有信号好的，有信号弱的，那每一个都有啊。那我们随便挑一个啊，打比方，我们就挑这一个链接一下。这边显示正在连线。那么第一次连线的话呢？它的速度可能比较慢一点，那假设有些小伙伴想快的话，也有一个好办法，就是说你先打开一个免费的 VPN， 打开以后，你再来点击连接这个 VPN， 它速度就非常快。连接好以后，你再把你自己之前免费的那个 VPN 给它关掉就行了。那么以后连接的话，速度就比较快。那么借这个时间呢，我就说一下它的优惠政策。它现在的活动叫什么？黑色星期五优惠。它截止的时间呢？截止的时间呢是12月4号，时间不多了。那么这是 VPN 市场上有史以来最好的优惠之一。那么提供以下的优惠：假设你选择24个月的套餐，它会送你3个月的免费，价格每个月是1.11美刀，那么比以前节省了90%，等于是打一折啊，打一折，相当于打骨折了。啊，前27个月30美刀，之后每24个月也是30美刀。OK， 假设你选择12个月会的话，它会加送你3个月的免费，那么它每个月的价格是1.33美刀，那比之前节省88%，相当于只要12%的以前的价格就可以获得。那么前15个月20美刀，之后每12个月也是20美刀。那短头回来，这个地方已经连上了啊，已经连上了。大家看到啊，这个钥匙变绿了啊，这个已经连上了。OK， 我们打开浏览器来测试一下。我们打开我们心爱的 YouTube。那大家看到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啊，速度非常快的。那我们搜一个4K 的视频来看一下。OK，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看一下。那打开，现在是秒开啊，秒开。我们看看它现在的是自动 1080p 的，我们给它直接干到4K。我们来看看它的速度。那目前打开就是35000，啊，速度持续上涨，现在去到40000。OK，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。啊，快进也是秒开啊。刚才速度去到50000多。现在稳定的45000，我们再给它快进一下。啊，现在去到70000多了啊，60000多，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 OK 的啊。那你看什么都没问题，上奈飞都没问题。我们试一下奈飞。OK， 我们顺利来到奈飞官网。啊，这个速度看奈飞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啊，67000的一个速度。啊，现在稳定的50000多，啊，快进一下的话，它还是可以在那78000、80000，现在稳定的80000，所以说这个 VPN 很好用啊，很好用。关键是它的优惠幅度如此之大，真的是前所未见。小伙伴们有需要的话，抓紧时间，在优惠期间的话呢，赶紧加入。那目前的速度去了90000。好的，关于这个 VPN 我就介绍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